我们现在开始上温度与热。首先，各位谈的是温度跟温标。第一件是什么叫温度？温度就是冷热的程度。啊，温度高就是热，温度低就是冷。冷热是人的感觉，但是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靠人的感觉去判断所谓的温度的高低，因为人的感觉有限度，因为人的感觉不客观，所以没有办法光凭了感觉就说它是冷的或热的。啊，我们的不客观而且有限。比如说小学或者是国一生物吧，就玩过的游戏，一手放在热热的水，一手放在冰冰的水，然后拿起来放在中间温温的水，一手觉得冷，一手觉得热，这显示你的感觉是不客观的。同样的一盆水，可是有时候觉得热，有时候觉得冷，叫做感觉不客观。同时有限度，这些都不适合靠人的感觉。啊，烧红的木炭靠人的感觉要多烫，那没有办法下去就受伤了。很冷的也不行，这个液态氮、液态氦，手下去就直接变冰棒，然后可以直接折断了。啊，所以这个就也不行。所以这种过热过冷的也不行。所以这些就是冷热是感觉，但是无法凭人的感觉就去判断冷热，是要找点别的方法。我们会利用一些会随着温度变化的性质来帮助我测量温度。啊，我今年没有带来，去年有带有录，我现在带来一个伽利略温度计，它就是里面有一些掉了一些球，然后呢就会升升降降，这是靠所谓的密度，然后就让你知道大概知道有几度，或者体积的改变，或者有一种现在你不知道见过没有，会贴在额头上会有颜色变化的，然后显示体温的，啊，显示体温的。或者是所谓的热敏电阻，它会因为温度的不同，电阻值会不一样的，这些都是来帮助我，所以我就找到一个会随温度变化的性质来帮助我测量，做成所谓的温度计。温度计利用了某一个性质，刚才讲过了，所谓的密度啊。啊，体积啊，啊，或者是颜色啊，或者是电阻值啊，来帮我测量的工具叫做温度计。然后呢，我们一般常温度就是靠着液体的热胀冷缩，热会膨胀，冷会收缩的性质来帮我们来做我们的温度计。我们在实验室常用的有两种，一种叫做酒精温度计，一种叫做水银温度计。好，酒精温度计适合测量比较低的温度，因为它的凝固点比较低，啊，凝固点比较低。水银温度计比较适合测量高温，它沸点比较高。我嘴巴上说叫做酒精温度计，可是实际上它里面装的不是酒精。讲义的知识快递里面有写，就自己看一看。好，叫做酒精温度计、水银温度计。然后呢？现在你大概也买不到水银温度计了，因为水银有毒，像我以前的体温计里面都放了水银，但是现在应该买不到里面放水银的体温计了，因为水银号称有毒，所以它不让我们再用，啊，不让我们再用，所以就先看一看就好，但是说法这样跟你说。那么这些温度计在做的时候都会做的细细长长的管子里面的会就又细又长，目的是让它变化比较明显，我的体积要膨胀一立方公分，那我的底面积如果是一公分就膨胀一公分，如果底面积只有0.1公分就膨胀10公分，它就会变化比较明显，我跨刻度也比较好画，然后也比较容易勘察出来，这是一个做法。当然还有一些根据不同需要不同做法，比如体温计会有一些特殊的设计，那我们就暂时不用理它了。OK， 那我做完了温度计之后，我要有刻度啊，我才知道你是多少度啊，这叫做所谓的温标。温标上面的刻度，然后就说刻度叫温标。这温标我们常用有两种，台湾用的叫做摄氏温标，
他把水的凝固点定作零，水的沸点定作100，中间切成100等份，这就是摄氏温标。这个要知道，这在小学就学过了，应该没有问题。还有一个是 America， 美国人在用，叫做华氏温标，水的凝固点定作32，沸点定作212，这个要稍微记得背一下。32跟212，这又是一个华氏温标，华氏温标，美国人在用，可能在用。好了，我们用的是国际的单位是摄氏温标。既然有两种温标，就会有个换算问题嘛。50°C 是多少的华氏？华氏80°是多少的摄氏？就有换算问题。你在国一的时候学地理啊，或学什么时候，可能有背过一个神奇的公式，答案叫做公式不要背，那公式没有用，大考试几乎没有考过温标换算，但考过那少数的一次两次里面，没有人在考华氏换摄氏，摄氏换华氏的，没人在考这个，所以你背的公式也没有用。我们要你考的是别种，当然我们看到题目了，看到题目，所以不用背，会想法就好了。我们用的观念叫做比例相同。等一下会有例题跟各位解释什么叫做比例相同。我们是用比例相同的观念去解决温标换算的问题。OK。了解一下温标，背一下凝固点是多少，沸点是多少，然后等一下学会如何用比例的方法做我们的温标的换算，这样就可以了。